不容易啊，跑了一路，终于看见了一个特别大的城市。现在已经是下午2点，咱们已经到达了嫩江。现在咱们去办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，什么事儿呢？给咱家小妞妞去打上一针，打上一个疫前方500米，在三岔路口走中间岔路。然后咱们再找一个地方驻车休息，今天就在这儿不走了。现在咱们先到宠物医院。即将在三岔路口走中间岔路。哎呀妈，前面限高多少啊？咱家车能过去吗？走中间岔路。没写，这是限高几米呀？这是，差不多应该有3米，应该不要紧。继续行驶2公里。过来了，我目测的还挺准。走吧，妞妞，领你打针去，不要哭哦。人生啊，走了。你好，有人吗？幺八。喂，你好，你们在店里吗？我在楼下，我给小狗打针。嗯。得打，你养多少天了？我养了有10来天了吧。十来天可以。啊、嗯。帮我，你要给做苗吗？嗯。喂50-60，喂8-120。有啥区别？闭嘴，什么事？一个4种病，一个8种病。没问题，打哪个？半个月。半个月再打下一针呗。嗯，下一针还是打这个。你打上这个就打这个，要打八就打八。啊、哦，行，那就打这个吧。打这个吧。嗯。还行，消消毒。必须的，好，使用着。哟，好嘞。闭嘴，同志。它这么小，不用驱虫吧？下面再驱吧。嗯。现在有点太小。再一个，你就是说，你放这儿我看，能有1斤蝉，1斤多蝉。上面是多少？0.5千克。那这放几斤？哎呦我的妈！你用药都没啥没用。太大了，你长太大了。起什么名？妞妞。下回21号啊。21号。对。小妞妞，有本了。哎呀，你也是有证的狗了，是不是？走到哪咱都放心了啊。走吧，找个地方休息。现在咱们所在的位置是嫩江，江边上。这小凉风是嗖嗖的呀！今天准备就驻车在这边了，明天再继续出发。